这条围巾它也是羊毛材质的，它摸起来也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它是格纹的，而且它写 handmade， 它是手工的。我觉得这一条它今天搭配我以上前面介绍这七道任何一件上衣，我觉得搭这一条围巾都是加分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基本款。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其他的色系，可是我觉得这款颜色它其实怎么搭都好看。对，然后它材质摸起来也不错，然后其实也蛮挺的，就推荐给大家。而且它够长，所以你今天想要就是直接这样披着也可以，你想要围着也可以。